近日有八卦媒体拍到黄轩与一女子一同从上海某酒店走出，路上该女子拍了一下黄轩的屁股，举止亲密，随后两人到外滩看风景，疑似新恋情曝光。某媒体就此求证黄轩工作人员，对方暂无回应。早在6月28日的时候，就有网友拍到演员黄轩与一神秘女子共同从机场出来，之后两人一块儿进入酒店，黄轩戴着帽子，一身黑衣，十分低调。在进入酒店时，该女子还把手放到了黄轩身上，举止亲密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出，这位女子的身材修长，与黄轩站在一起很是般配。今年35岁的黄轩在事业上正在稳步前进，在电影电视方面口碑都还不错，如今这个年龄也应该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。黄轩曾在节目上承认自己谈过几段恋爱，大学时期就开始了，进入娱乐圈后也有过几次，不过都以失败告终。这样看来，黄轩的感情史还整得挺丰富啊。